好，感谢我们的见证嘉宾林超贤导演，您多做休息，请两位留步。两位都是眼睛非常漂亮的人。对，而且其实说到微博的话题呢，有一个话题不知道小明哥有没有关注过，就是妮妮台媒。你要不要挑战一下？我挑战不过，我自甘失败。但是我很想看到妮妮和一龙两人的这个美丽的眼睛的这种表现力，可以吗？抬个眉毛可以吗？给大家，你知道我这两天在看你的那个戏啊，《叛逆者》，弹幕刷的都是朱一龙的眼睛好漂亮，睫毛好长啊。所以两位要不要对着我们前方的镜头来一个抬眉杀？我们掌声鼓励一下好吗？好，给我们留个美丽的眼神好不好？张导非常认真的在看着镜头哈，看看他们两位的抬眉有着什么样的魅力。我经常被要求这么尴尬的事情。这样吧，你们要不要先转过去？留下的是美丽的，然后回头来，美丽的眼睛。好好 OK， 好，准备好了吗？我说一二三，好不好？来，看摄影机，看后面的摄影机好不好？好，来，那个机位。对，最后的摄影机。好，一二三。我怎么突然觉得一股帅气啊。好，谢谢，祝贺祝贺两位。我们也请两位说说吧，得到这样的荣誉有什么样的感受？我觉得是一种鼓励吧，我觉得也是一种监督，就是监督我继续真诚地对待自己未来的每一个角色，踏踏实实地走演员这条路。期待着妮妮新的作品和大家见面。1921是7/1上映，对不对？希望大家能够支持。一龙是我的师弟，朱一龙，我们是一个老师，我们都是崔新清老师的学生。是的。对，感谢鼓励，然后自己也希望自己能够有更多更好的有表现力的作品和角色跟大家见面，然后不断的去突破自己。谢谢。看到你今天留胡子，我就知道又要期待你下一个突破了，对不对？加油。好，谢谢，再次祝贺两位，谢谢，请到台下落座。谢谢。慢点慢点慢点，慢一点慢一点，小心。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为大家来揭晓荣誉，这样。